老师好好学，对，还要多练习。那刚开始算是刚开始骑路上是完全不会跟乌克丽丽嘛，完全不会。现在都大唱都自弹自唱，就勉强跟得上。那这门课这门乐器算比较特别，那怎么想学这门乐器呢？就是娱乐一下嘛。那之前你在吉他有学过吗？没有。在你上学过会计学习，那觉得这个乐器有没有困难？只要花一点时间练习，没有很困难。是。这个哈、其实都要练习了哈、如果有练习的话，这一学期下来要弹唱的话，都应该都 OK 了哈、那里面的其实有些同学在和弦转换会不顺畅，那个都是时间练习就能解决的事情哈、就这样子。学那个弹乌克丽丽，困难度不会很高。不会不会，乌克丽丽是一个很简单的乐器，然后又携带方便，是的。那相对来说，它的效果其实跟吉他也蛮接近的，主要这样可以，也是可以自弹自唱，都可以。对，只是吉他多了两条弦，那在音阶、在弹法上、在刷法上都是都一样的。哦哦，所以说算是基础，算是那个简易版跟复杂版。对对对，可以这么讲。